看美女如何投怀送抱。呀，来了！刚才打电话啥事儿啊？有点小事儿啊。啥小事儿啊？那前两天就参加婚礼嘛，完了我就相中你那一个小闺蜜了。都相中了。啊。现在可没有一夫多妻制啊。想啥呢？我不寻你跟他们好吗？不信你给我嘎了嘎了，看他谁能相中我。啊，这回事儿啊，给我吓跳，我以为都要我。那你说说你自己条件呢？我家那条件你还不知道吗？500头猪，还有100头牛。哎，等一会儿，彩礼这最重要的。彩礼的话，那玩意儿研究呗，对眼儿之后，我不行，我卖10头牛。妈呀，那得好几十万呢。还有啥呀？还有啥？上那咱说句后买呗，那个。那房啥的，人家肯定小姑娘得问你，你有房吗？你看那玩意儿，咱说你能咱先买吗？咱先买完，人家相不中怎么整？对不对？咱说处上了是吧？嘎了上了，哎，完事之后呢，人相中啥样的是吧？哪嘎子的，咱就买呗。明写谁呀？那玩意儿写谁不一样啊？是吧？真正是王八看绿豆，对眼儿了，那咱就写人名。你看我咋样？你挺好的吗？没病没灾的，就之前比之前强多了，之前像病秧似的。要不然咱俩试试？试啥呀？你不找对象吗？我也单身，你也单身。妈，能行吗？有啥不行？就你这条件，多哇塞呀！那我能哇塞上你吗？这你这条件不比我还哇塞吗？高配。高配加中配呗，那啥。哇。啊，那你真的，既然你要有那意思的话，我呢，回去找个媒人，完给咱俩这事儿嘎了嘎了。这么快吗？那你要是不着急的情况下，那我就嘎了嘎了你那几个闺蜜。赶紧的，回去啊。那我走了。啊。